我们俩可没脸回来。你有脸回来啊？就说你呢，说你俩呢。孝子贤孙换孝我我这钱跟你什么事啊？我这钱跟你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欺负几个人来的？别吵了，别吵了，换孝子，少说两句了，少说两句，别吵了吧。我等等，你把他给我关了。好好好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上去干嘛？他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骂都一边儿了，你干啥？还有东西啊？要弄啥呀？我干啥？怎么的？你干啥？你干啥？动手不客气，没钱不客气啊！行，郑经来了，你们俩谁啊？啊？啊，在我老娘的院子，你们干啥呢？这是？你谁呀？他就是郑鲁生，娘的干儿子。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你们俩干啥的？这下热闹了啊！你来干啥呀？我问你们俩是干啥的？啊，这在我娘这院子里面闹啥呢？你们？这是我媳妇儿，这是我媳妇儿。啊，不认识。啊，这么多年啊，结婚了，啊，有媳妇儿了啊，还有孩子吧？真没见过。是老娘也没见过吧？你们回来干嘛来了？啊！你们都干啥去了？这些年啊，啊！我们不回来不也是因为忙吗？你忙，谁不忙啊？臭不要脸的，你好，你姐你回来一次啊？回没回来，我们心里有老娘。去年过年，我们还给老娘寄200块钱呢。你也不要脸，提你那200块钱了。谁不要脸？我还给老娘寄过羽绒服呢。得，就你寄那羽绒服，咋的？破破糟糟的啊，都从垃圾桶捡来似的，那玩意儿能拿出手啊？这俩人媳妇挺厉害啊，跟斗鸡似的啊。还一千多，能买的名牌的。什么名牌？你快买它去！行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你们五六年不回来，然后六七年不回来，就干嘛来了？你们是？哎，我这还想问你们，你们干嘛呢？这是分家产来了吧？是分家产了？对呀，分呢，咋的呀？那是咱合法权利。就是。啊，对，你说的，哎，没，哎，没错，没错，是，你是合法权利啊，对呀，没问题啊。所以呢，你不怕嘛？啊，是不是？你不怕这么多邻居都在这看着，是不是啊？谁爱看谁看呗，可不咋的，喝酱油都咸的。就是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喝酱油啊，我也不是咸的。我虽然不是这老太太亲生的啊，但是这么多年我跟她说的话啊，可能比你们多啊，我叫娘叫的也比你们多。老太太家养的鸡啊，种的地啊，家里有什么我都清清楚楚。这老娘给她孙子缝的小布鞋。缝的小香袋放到哪儿我都知道，所以我到这儿来我心不虚，我有底气。那能咋的啊？你连个血缘关系都没有，都不像咱们，你在法律上你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有啥关系？对对，没有关系，我没说有关系啊，我没说有关系啊，你们有关系。是啊，这对的，你们有血缘关系。哎呀，你很懂法呀、啊，很懂法，很懂法，有知识，有文化啊啊！那是行啊，好，承认哈，你们都有血缘关系的，对对吧？你们也承认哈，都是老太太儿子儿媳妇哈。那还用说？好，那就明白了，就怕不懂法，懂法就好办了。哎，李志宝，咱算一下吧，就这么多年老太太这个得病，拉的积分有多少？就欠村里面的，你说吧。这个长生家的事儿啊，我心里是最有数的，张口就来。欠村里是27369块，欠这个个人最少是小10万，具体多少长生那块有账，10万至多不少。好哈，账目再清楚了哈，不都亲戚吗？都血缘关系吗？哈，分家产没有问题，分家产啊，分家产前提，先把老太太这么多年欠的债务，你们还清了，然后再谈论分家产的事儿，来吧。来解决，来，你们解决。你家欠了这么多机会，你不知道啊，娘啊，你傻呀你啊！我这么多年没回来，我哪知道？你心里能不能有点数？这事，你这都知道啥呀？你不要钱的我。我说长生啊，你咋欠这么多饥荒啊？你说你欠，你跟我们说一声啊你呀、啊。我回去和你嫂子商量商量，等商量完了，我再给你挣啊。赶紧。哎，停！哎，走，哎，等会儿。我刚才不说了吗？要分家产吗？
不血缘关系吗？这事解决了吗？老太太外面啊，欠了多少金块，你们必须还。今天这个事儿必须弄明白了，弄清楚了，否则啊，谁都不能走出这个大门。来吧，来吧，你们解决。陆生哥，你就让他们走吧。不能走，不分家产了吗？不，我说凭啥呀？咱这长时间咱都没回来了，那长生和那个老摊子，这十几万咋欠下的？跟咱有啥关系啊？说啥呢你？说啥呢你？我说这咋的了？我说这不行啊！你走不走？走，不能走，不能走，回，来来解决，赶紧解决！你不承认吗？是亲戚吗？哥，你就让他们走吧，他们在外边打工也不容易。你看，哥，不是长生啊，不是我说你，那老太太怎么回事？大伙心里都有数。你说你花那些钱有必要吗？谁欠的用谁还。对，走。哎，说啥？打人呢？警察打人了啊！警察打人了啊！知道为什么打你？因为你不孝顺，你说什么话哥？行，你孝。老太太尸骨未寒呢，在屋里躺着呢，气儿没散呢。你知道你弟多不容易啊？十几老太太瘫在床上，端屎端尿，喂水喂饭，你们兄弟俩干什么去了？啊，李长贵，李长富，你在哪儿呢？屋里躺那老太太是不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们拉扯大的？是你们亲娘吗？是不是你们亲娘？你们说，还你们媳妇在哪儿？分家产回来了哈！我打你哈！只有不孝的儿子，没有不孝的媳妇儿。你媳妇不孝，就是因为你不孝，你知道吗？还是打你，知道吗？揍一下！你他妈揍我！得了啊！行，让他们走吧，行吧，让他们走吧，师傅。大哥二哥，你们走吧，这事交给我，我划算吧，我一定要让妈妈走得风风光光，让全河口的人谁都说不出来啥，行不行？你不会想分房子吧？等妈的事儿处理完了，你们咋说咋是。现在咱妈在屋里放着呢，能不能让她省点心啊？行不行？就算了，我求你了，我给你们俩跪下。跪什么跪？你跪什么跪？这跪得跪娘啊，不能跪，不能跪他们。你听见没有？走。行了，都行了，你们都散了吧。这个什么时候出呢？到处通知你们。你们有心的都来送送二娘，行不行啊？哎，回去吧。你们哥俩啊，想想长生。合计吧，大门口那散了吧，那散了吧。走啊，回家吧。不是你干啥呢？我到处找你找不着 啊！你干啥呢？你不是人家办白事，你跟着掺和啥呀？你哭不能哭，笑不能笑的。我全录下来了。啥时候录下来？郑陆生打人，你看打两个大嘴巴，可狠了。真假的？你看，啥玩意儿啊？乱七八糟的，都看不清楚。我这个清楚啊！我在墙头录的，别在这儿看，怎么走？走，他这大，不是大，我离得近。今儿是几呀、啊？我说初九，完了他说的那个礼拜几呀、啊？我说礼拜四，完了他叹了口气，完了一闭上眼睛了，再一说。等我呢啊！我每次都星期六来哈。等多等几天呢？啊，阿妈。
哥，别难受，妈这几年借你老大力了。借我啥力？啥力都没借着啊！我都是你啊！你怎么一个啊？是不是老妈？你借你这个这老三的力了？你这十几年啊，你瘫痪在床，这炕上拉炕上尿的，哎呦，你看长生伺候的啊，屋里一点味儿都没有。有福气，老太太，你死在长生身边真是您福气。真的，我吧笨，挣不着钱让妈享福。但我有力气啊，总不能让妈遭罪吧，是不是？常富、常贵都回来了。妈，我对不起你啊，我刚才给那给打了。长贵儿，真是我给你道歉，我刚才不应该那么动手。哥，你不用道歉，我该打。不是你该打，我觉得我是。其实我怎么想的，我是因为娘死了，你让她安安心心的哈，清清静静的。啊，把他发送了。啊，他不就希望你们这个哥儿三个哈，就和和气气的哈。他不就希望你们这哥三个和和气气的吗？哥，你把他就送走了，然后你们三个人，然后你再说后面的事儿，该怎么办怎么办？哥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。你这俩巴掌打得我。心里舒服多了。不是，其实怎么回事？你们真是长生，你们的弟弟啊，兄弟多好啊！你们不像你们有老婆孩子了，到现在还是大老爷们儿，还自己一个人，谁能做到啊？啊，伺候老太太这么多年，十几年呢，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都做不到。人长生人跟我说的特别好，他说是没事，机会我不用我两个哥哥还，我自己还，我一天天还，哪怕还到死那天我也还。他就说，我就希望我两个哥哥在城里面多打工多赚钱，买房子，然后让老李的后代然后在城里读书。那看看你们哥俩，啊，回来之后就这样。陆生，你别说了，我现在。真的想让你也给我两匹，我的心到底。行了，我能动手打你吗？虽然咱们不是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也是兄弟啊，是不是？行了，赶紧吧，就是看后事怎么办，啊，该通知，啊，该怎么弄，啊。让老太太这个风风光光走。挺好啊，妈。这四个儿子啊，都在身边呢，都来了。啊，这常富、常贵都回来了，带着儿媳妇来。